我们就代表政府，那来看看你，关心你们跟社长先生。谢谢长官，因为他提到你呀，好，谢谢回来，赞啊！我们一再跟社会大众讲，也跟所有的立法委员讲说，我们其实追求的不是给我们大陆来学生也好，或大陆来配偶也好，有什么特殊优惠的，我们只要求一个公平的待遇，一个能够让大家觉得说，是很公平的。那其实就只有这样一点而已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是这个台东的这个东杰的茶园，是大陆配偶在台湾创业成功非常著名的一个楷模。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，那鼓励啊，借由他们的典范，鼓励所有大陆配偶在台湾，不管是生活也好，不管是家庭也好，不管事业也好，都能蒸蒸日上。那陆委会会持续的代表政府，在制度上面，在生活上面，在各方面关怀大陆配偶，跟大陆的来的新住民在我们台湾的社会的发展。